Hello， 我是小光。嗨，在我们游戏开始之前呢，大家记得现在小光每天晚上6点更新影片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。那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？哦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很像 Roblox 里面的角色啊、哦，这个人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瘦。那我们想办法好不好，让他举重，练习他的肌肉，让他变得非常非常大只。哦，这个游戏是可以透过举重呢，获得金钱的游戏啊。那我们现在来选性别，我要选女生哦，女生看起来还蛮可爱的，我的名字叫做 QQ 好了。好，那我的名字取好了，就直接开始游戏吧。 OK， 我现在是 QQ。 哦，他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帮我举，人还不错，人还不错。我们现在看他举起来有变大只吗？好像没有变比较大只哦。我们可以把钱卖掉哦，有哎，你看我们刚刚随着他在举的时候，我们的人呢慢慢的在长高，慢慢的长高，再多卖一点，再多卖一点，哎呦，这可以升级是吗？哦，举的速度，好，我们让举的速度变高，变快，变快，变快，哎呦呦呦呦，没事就把它卖掉，啊，卖我的力气，哦，我的肌肉把它卖掉，把我的肌肉给卖掉，哎呦，现在又可以卖了，可以换，我们可以换更重点的东西了，这个铅笔要增加多少次肌肉才有办法？我们先卖，买这个。有啦，树枝比较重啊，树枝比较重，有。OK， 我们把它卖掉，我们现在有14块钱，14块钱我们可以升级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举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跳跳，一，哦呦，二，哦呦，再把它卖掉，22块钱了，我有22块钱了。我们来买个，这个是什么？是时间吗？哎呦，越举越快了，越举越快了。哦，我肌肉增加的好快啊，你看。哦，现在变成大只妹子啊！这个背包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可以举的东西。我们就先举这只吧。哎呦，我越来越高了，原来举重也会长高啊！现在已经长到5.8了，5.8，哎咻，卖掉！哇，我变回瘦皮猴了。我们先来买个等级3的，我们来举个这个手机。哎，对大家来说，手机算重吗 ？OK， 我们按好了，先不用。好，哦，举一次手机加三个力量啊！卖掉 ，yes， 这边有100就可以升级啦，150，哇，150要升级，这可能还要举一段时间啊，加油，再举快一点，我可以自己点吗？可以，原来我是可以自己点的、啊，好，既然可以自己点，那就简单多啦。开始狂点，哦，他好像就算我点再快，他举的力气是有限的。你看这个 CD 时间啊，可以，这样也是可以卖掉。我们来个，我们先让举重的东西变更强好了。我们现在举水 ，OK， 哦，看到没有，我长大的特别快啊，加油，哦。我变好大只啊！我变巨人了。OK， 把它卖掉。我们现在来升级一下我们的这个钱啊，升级这个1.02秒。我现在要举重，让它举得很快。有。CD 时间越快，我钱越多啊！卖掉。哦呦。哦，我现在几超快？举超快！我现在按超快了，有没有？我们要超过原本的记录，8.3。啊！我要变成世界最大的巨人啊！哎咻！哦，可以卖了！哦耶！再来，我们增加这个。哎呦！哦，变大，变超大只，变超大只，变快了！每挤一下就有6。哦耶！哦，我变超大！再更大一点！Yes！嗨！哎咻！哇、哦，297，可以，300了，再增加速度，0.9秒，哈哈，超快，哎咻，哦，这个游戏还好，它不会自己跳广告，要你自己点的这个按广告的按钮，它才会点广告出来啊。哦呦，这个速度有快到，看下一个升级是多少？600哦，600太多了啦。好，我们先升级这个。OK， 举一次得到钱哦，卖掉的钱更多。
哦哦哦，卖下卖下，哦呦呦呦呦呦呦，钱很多钱很多，这187就可以买一颗篮球了，我们应该买个篮球吧，买个篮球买个篮球，哎咻，哦篮球，哇篮球，篮球，我的鸡鸡，哎鸡肌肉，哎肌肉增加特别快啊，加油加油，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 ，OK 卖掉卖掉，我们再举一半，我们又可以买这个是酒瓶哦，酒瓶竟然比篮球还要重吗？我觉得篮球比较重吧，嘿，大家觉得篮球比较重还是酒瓶比较重呢？不过酒瓶如果装满水的话，哦，那是真的挺重的。哦哟，按下去可以增加两倍，先不要，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可以靠自己成为最大的肌肉男，哎，肌肉女，没错没错，我们不需要，对吧？看看，哦，一下子就破纪录了，我们现在在最高纪录。摩天轮，你看，我们都快比摩天轮高了。好，哦，原来还是会有广告的嘛。哎哎哎哎哎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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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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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好，哎，吃，哦呦呦呦，500的话，500的话，我们增加这个，每举一次就增加多一点的力量。有有有，哦哦哦，瞬间很快，很快啊，很快很快的，就差点就要到了。我们要冲上来，冲上来。600块可以换成书，书是20哎，好像要，好像要哦，好像要，哦，有了，我们举书哦，超快超快，这本是什么？辞海吗？是字典吧？哇哇哇哇，超快，我在山峰吗？我现在手速超快，哎呦哎呦 ，OK， 广告太多啊，直接把它关掉，直接把网路给关了啊，哦，这样子，哦呦，这边已经1000多了。来直接换，哇哦！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速度，让它变短一点。哦，有有有有了有了有了，这个它自动举很快，可是我们按得更快。来来来，多喊一点，这边一这个石这个是什么？是装石头的哦哦，这冰桶哎，冰桶是33啊，冲啊各位！有了有了有了，这卖掉就有了吧？哎，竟然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把这个钱变多一点，有有有有，这样子就变多了。我相信我可以的。我们现在只会让自己越赚越多啊，越赚越多。这个背头是什么？哦，我们可以跟人家打架，来 fight， 打架打架，来啊 PK 啊！我举的是书，你举的是罐子，你怎么可能赢得过我？哎咻哎咻，我们手速超快，手速超快，13秒12秒，最多人的。这个最赢的有没有钱？赢的应该有钱吧？哦呦呦呦，我已经600多了，你太弱了，你还是下去吧，下去下去，耶，赢了，获得了，获得1300的那个肌肉，哎，有了有了，直接卖掉，直接卖，哇哦，我们这个升级成冰桶，然后把钱变多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哦哦哦哦，我们这冰桶，哇。我这冰桶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！哇，随随便便就举超过，举超过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这边1225块钱，我们就可以买到一支木棍。来，木棍，有了有了！这是什么？30秒可以让你用两只手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们已经不看广告了，我不看广告很多年。哦呦哦呦哦呦！哇哇哇哇哇！超快超快！46，每一下46，每一下46，哇哇哇哇哇，瞬间就到31公尺啊！31公尺了，我们快比那个摩天轮还要高了。要破纪录，要破纪录，破纪录，破纪录，有了，破纪录了，卖掉哦，2500块，给它升级，有，哇哇哇哇，现在举直接跳到举椅子啊！先不用了，谢谢，可以跳2关，不用。我们现在这个手速到底要输什么，对不对？急起来，急起来！我现在觉得我们可以再买一个手速。哇哇哇！现在我们长这么大只，这个木棍看起来都不重了。来，我给买一个啊，这样不够，再多挤一点。好，可以了。这样的速度，0.8秒。0.8秒，超快！有，嚯，哦！可以，冲啊！直接快速超过我们的最快记录啊！
这个已经34公尺了，直接超过，直接超过。哇、哦，怎么到后面增加比较少呢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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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大只，变大只。哇、哦，我们现在变长大了，越来越明显哎。哇、哦、哇，我们如果破最高纪录，看起来好像还好，对不对？如果卖掉，哇，来了，这个增加，这个增加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这增加只能说有够快。52，52，一下52，吉他70，我们要来先买个吉他了。我先举到3000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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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000一下子就有了，一下子就有了。哇，到了这个快到大70的时候，我们举起来好像长大了就没有那么的明显，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够大只了，所以你看起来就没有好像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增加，可其实是一样多的。好。来，我们要来买吉他了，吉他，吉他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哇！买完吉他，哇，现在要升一个是要4000块钱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我们先升级这个，有了，有了。我们等一下变卖出来的钱是71块钱 ，yes yes。哦哦哦哦哦，随随便便就1000了。举这个吉他怎么这么强啊？等一下要举我们的这个，举我们的电竞椅啊。哇哇，我们已经41公尺了，最高纪录41公尺，举起来，冲啊！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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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卖掉一定会非常厉害，再多举一点，再多举一点，哇、哦，44公尺，45公尺，47公尺，哎哎，谢谢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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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感谢，我们不看广告不看广告，5000呢、啊，卖掉，哇，我们要5000的钱。竟然买不起吗？买得起椅子，哇哇，我们举椅子超快，这个升起来有够厉害，哇哇哇，直接升直接升，我们现在就这样举，就直接卖，举啊举啊举啊卖啊举啊举啊举啊卖，哎、欸，我们钱越来越多啊，我们把钱要想办法升到跟我们前面的一样，啊、卖，哎、欸，我们这边4800了，4800 ，OK 好，我们现在努力往4800移动。有有有有有，这超快，这超快，我们就这样一直一直挤。哦，有没有？哦有有有有有，哦，刷钱刷钱，刷钱刷钱，哈哈，每举一次就有钱。OK OK， 来，我们现在零点八秒，0.8秒超快，我们来突破最高纪录。他一直想要用这个广告诱惑我，我才不会上当的。来来来来来来。他现在4.8，下一个是什么？9.6，哇，每个都是一倍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等一下举这个购物篮呢，购物篮是136，哎，136看起来有点厉害，来超过我们的最高纪录吧，有有有有有有，超过了超过了，超过超过再多一点，我们要来举这个136，然后我们去 battle 一下，再多一点再多一点，7。要扒了，要扒了，可以，应该可以卖了，可以卖，卖，所以来走，打架，哎呦，你用椅子，我用这个，我们要怎么输？我们要怎么输？你举好慢啊，我们举超快的啦，你的136，哎，不对，是我的136，你的99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冲啊！哇哇哇，我们已经超过了，超过了，要超过那个摩天轮了。现在要往高楼大厦前进，有，我们获得了995，嗯，这样算多吗？应该算多吧，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回来哦，回来了，我们可以卖掉，哦，现在钱很多，好像可以举电视机，哎，电视机更多，哎，我觉得我们要举电视机，卖掉，来电视机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下一个就是。在强化我们的手速要再强化了，哇，电视机随便便便就飙 3K 啦，我们就继续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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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哇，举起来举起来，跟卖起来，哦，我们先升级这个好了，我们都平均升级，哇哇哇哇，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，再卖一个4848应该可以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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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8卖掉，有，好，现在接下来是10000，我们要朝着10000前进啊，很快很快，
我们现在这个力量超级大，随便举个电视机，我们就可以长得跟巨人一样。OK OK， 哇，飙速宅男，飙速，飙起来，再来，再举，我们要举到9.6，不用怕，冲啊！哎呦，8.7，九了 ，OK， 10，卖出去，哦，0.76秒，哦，这速度有点快，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速度手速变成0.5、0.4的话，天哪，我们这个真的很快，就有100万，哎呦，举起来，我们好像又可以再增加钱了。19K 啊，哇塞，下一个要 19K， 我们先卖这个，我们把我们的力量加起来，哇，这力量198了，198，举起来，哇，超快，我们要去 battle 一下吗？我们下一个 battle 可能对手可能会有点强哦，我们现在要举脚踏车要 19K，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，妥妥的，我现在随便举就有 7K 了，对吧？ 19K 一下子的事情，哎咻，卖掉，我要11K， 我们可以再增加钱呢，对，增加钱好了，好让我们的钱多一点。哎呦，这样洗钱，这样比较快吗？哎呦，超级洗钱法，这样洗到钱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多举一点哈。哎呦，多举一点。我们这次目标是脚踏车，我来了。哇，现在我们的脚踏车跟我要升级的力量差不多范围。哦，16K了，来再举，还要19K，所以我们要来个4K，应该差不多，可以。哎，怎么还差一点点？有了，举脚踏车，哦，超快，超级快。这真的是只能说快啊！哇，一瞬间就到我们最高纪录了。我们再往上，来 battle 一下。我们现在有脚踏车，你有什么？你有脚踏车？哇，不能这样！哎，这个不公平啊！他刚刚那个停下来，哇，完了，我追得上他吗？刚刚那个广告跳出来，害我死掉。我的手速比不过他，完了，我好像要输了。不要啊！那个广告这样害人的。哎咻 ！Oh no！ 我输了。可恶！臭广告！再一次！我相信我的对手。好，再来！不会输的。我们不会输。哇、哦，对手有点强啊！因为手速很快，我们只要怠慢了一下，我们就要输了，只差一手，哇，这超时期，对手很强，有了，赢了，24，有没有？24，卖掉，我们有34了，再举，我们再让速度变快一点，有了，这个速度，哦，19K 现在可能对我们来说。很简单就可以达到了 ，yes， 来，再举，我们现在这样按一下，哎，对，没错，冲啊，我们的钱也要增加，所以举起来，用力的举起来 ，OK， 10K， 我们拼到19K 吧，哇，冲啊，我们这样目前最高纪录85公尺。我们能不能举到100公尺呢？我们先来举到100公尺看看好了。来，冲啊！哎，等等，在100公尺之前，我们先加钱啊，先把钱加起来。哎，讨厌的东西，走开。OK， 我们今天的目标好不好？先举到100公尺，在这之前，我们要先把这个桌子给拿到。我们先加一下，哦，一下就266了。想当初我们刚刚举的那根。那个是很比吗？天哪，那个怎么可以跟这个现在这个力量的速度比呢？OK，14K，
16拼个29，我们就直接来到100公尺，好不好？哎呦哎呦哎呦呦，再 9K 再 9K， 很快很快啊！22，我们再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，哎，慢一下慢一下，哦呦，30K 就要入手了，来27了，哎呦哎呦，再晃再晃再晃，晃起来晃起来晃起来 ，OK， 买哦！我们现在举桌子，哇哇哇，这速度！这速度快，快到快到看不见了！哇哇哇！不要，不要，走开！哎呦呦呦！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！我们现在手速按起来，我们目标现在就是100公尺啦！冲起来！我们目前今天的影片到100公尺，好不好？就算我们一集的结束。希望我的频道也能这样子举一举，就可以到100万订阅啊！哇，举一下就有，举一下就有好几千的订阅，有没有？不然就是观看数这样挤一挤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我进入到最高了，现在要开始往上往上爬，86，哇，后面好难爬、啊，86公尺之后上面怎么那么难爬？哎呦，哎呦！现在我们就是这只角色，就是大家有没有？就是各位观众，你们就是我的自救会啊！啊，救救小光，举起来！我们要举到100万订阅，冲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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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92啊，好难啊！我们加速一下。哦，99.7，100啦，各位 ，yes！ 其实我们先放着，他回去自己用，我们把它卖掉，看会有多少钱。来，哎呦，哇，77，卖掉卖掉哦！我们现在哇哇哇，速度好快！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这个举重游戏呢，就先玩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种举重游戏，想要来抒压一下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记得帮我点赞，还有在下面留个自救会加一，让小光知道你们已经看了我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